来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今天是2024年8月19号，星期一，东莞广景弹簧机，我是东莞广景弹簧机刘生贝壳刘，看一下这5台机器啊，2个贝壳，都打样完成，做那种食品加工铝制网带、食品加工传送带、巧克力网带的，就做这个产品，调试完毕，准备打包发货。这些机器啊，就是定制的啊，定制的方案，定制的技术方案。整个订单生产的话，交期大概是20天左右。有兴趣的可以联络我的 WhatsApp 或者是微信。我们做这个方案从2012年开始，技术。很成熟的哦，感兴趣的可以联络我的 WhatsApp 或者 WeChat。